到第一名。结婚越短的，真的越了解对方，因为回忆少嘛。对啊，没什么要记的事情不多了，太多交集点。对啊，说来也惭愧，这一关的最后名分别是黑队跟黄队。来，我们先没收黑队跟黄队，各3000块。哎呀。收掉、想说博大一点就全部没了。第三名是我们的蓝队，蓝队来，蓝队压多少？来哦，对对对，一倍，3000，给3000，给3000，直接丢。然后第二名是我们的绿队，绿队压2000，哦，2000，那一定分3000，3000，给3000，哇，哦，啊，多了多了，恭喜恭喜你们拿到第一名。结婚越短的，真的越了解对方，因为他们回忆少嘛。对啊，没什么要记的事情不多了，太多交集点。对啊，對，恭喜我们第一名的粉红队果果，还有范家3000，总共领到6000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哦，好羡慕哦。恭喜！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总结一下。好，最后我们的赛制是金额低的可以决定他抽币值的顺序。币值，币值会有5种币值，比如说抽起来，哇，超赛了。对，啊是比如说印尼币、印尼盾、美金，怎么叫给你多少？然后他如果金额是5个人最高的，他就可以获胜并拿走这所有的钱。惩罚是你要骑着摩托车去吃葱油饼，跟玩很大的打卡点拍照。拍完照之后呢，必须由 IG 的观众票选，你们要骑车回台北，还是要骑车回台北，还是要骑车回台北，还是要搭便车回台北？哦，这个票好小吗？怎么回台北？天哪，好危险！等一下，真的玩很大。这个部分，大哥，你要不要先撤远一点？我觉得最近这种东西，你好像蛮会抽到的。没有，我还没抽，我还没出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宁愿骑摩托车。为什么？今天礼拜六，你如果跟那个车子搭便车，在另外一车，你很尴尬。一路上你要聊什么？昌敏啊。你最近那个事情搞定了没？听说你老婆只会煮那个干皮豆腐。你这样，哎呦！好了，来喽，来喽！不要再说有人拿手菜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请看币值分别是当。你看被我讲中了，越南盾里面最高的是泰铢，泰铢日元。好了，听你抽啊，抽啊，两万只，你抽啊，我下，越南盾，不要看，我为了骑里拉货越南盾，抽一个巫术，确定我抽吗？抽，好，抽一个巫术，来第二个，第二个蓝蓝盾，来，那反而后面没压力。我不行啦，骑摩托车我跟你离婚。你有这么严重啊？不要再动，不要再动。